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台 Minota 哦 7S， 哦还没几个 7S 哦。那这台它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皮套哦，然后像机身也是完整的哈，这皮质当年皮质的哈，它这个皮套很完整，后面扣的也是完整的啊。然后还有完整的这个相机啊，镜头盖，然后镜头保护镜哈啊，也是原厂的啊。我们拍照也有拍哈，这边有写 Minota 哈，它当初这个原厂的哈。好。然后这台的话，快门正常可动作，可以看一下这镜头，镜头状态也还蛮不错的，可以看一下，镜头，好，那机身的部分皮革都还是正常的，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拍照也有拍了，可以看一下这皮革的这个部分，皮革的部分都还是正常的，可以看一下底片室哦，底片室你回去的话可以再清理一下哦，可以看一下哦，可以看到哦，这快门正常可动作哦，快门正常可动作哦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HiMatic 7S 的这个视频，好，谢谢。